只要咱老爹检查视频坏了啊，但咱好多朋友都怀疑咱来检查老了么？但咱已经我接上一半啊，今次来开领汤，顺便拖你来做一个非常刷嘴的菜啊，来话吧。咱这个检查老啊，将是应该差不多要两个月了。有闲啊，无闲都从这个色性就知。咱食起来口感非常酥脆，鼻端就是要偏酸起啊。咱先来对这个检查个做做包片，然后有闲兄最初捏落去杀人，伊正不用咸，杀得了出个头大水红，有诶都会再加入姜葱料酒，如何来倒入咱提前做好个就好。杀伊色了出个鼻烟，热鼎落油，蒜头爆香，再将这个咸菜倒落去炒伊出香味，如何倒入咱做好个就好。然后来个调味，调味咱拍平毛顶，方便你做刀。开大火个翻炒均匀，再落个红香椒、葱、真香配色，然后再个翻炒均匀。转水火，每天三分水个高个火。另外开大火个炒炒鸡蛋，咱用个就好炒咸菜就好了。等咱今个炒出个口感酸点酥脆，接了含量大补大贵。